这是江苏省境内一条沟通泰州和东台两地的河流，当地人称之为泰东河。2010年，兴化市一所小学的教师孙建忠在泰东河岸边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碎陶片。这位教师是一名古文物爱好者，直觉告诉他，这些陶片很可能非比寻常。他将这些沾满泥土的碎陶片带回家中清洗。很快，清洗完成后的陶片清晰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这些陶片胎质疏松，表面也不甚平整。他很快便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迅速联系了兴化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杜小平。你好，杜馆长。孙建忠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是本地的一位小学教师，也是古文物的爱好者。他打电话给我，说发现了好多陶片，然后我就下去看，发现是新石器时期的物件。这是一个陶的饼，上面呢，这个圆筒代表太阳，这个代表月亮，这个代表星星。原来发现的这个陶片是陶豆的一部分，陶豆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典型器物，它在豆饼上面就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所以杜小平能够很快认出这就是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在兴化市蒋庄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器物，这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件事情被迅速报到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研究所很快组织了勘探工作。考古人员手持着洛阳铲，在进行着钻探的工作。他需要将洛阳铲打到地下，通过洛阳铲带上来的土来分析地层的年代和可能存在的随葬品。看这砌上来的陶片，这咋是咋寻味道？勘探工作很快便结束了。考古专家根据发现的陶片推测，兴化市蒋庄的地层下面可能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时间大致在4000年到5000年之间。而文化遗址的具体位置就是在泰东河的沿岸。2011年，为了满足泰东河水道日益增加的运载需要，当地政府决定对泰东河实施大规模的拓宽工程。一支由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和泰州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就在此时来到了泰东河沿岸这个叫做蒋庄的小村落。因为泰东河拓宽它工期需求，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就先对泰东河它会挖掉的这部分遗址范围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让专家们失望的是，在前期的考古工作中只发现了大量的碎陶片。2012年3月的一天，考古专家们和往常一样清理着土层，却发现了一具古人的尸骸。
我们最早发现的墓葬，因为它埋藏得很浅，在清理出来之后，我们只能够判断出它是个人的形状，它就严重粉化了。根据我们的判断，它应该就是人骨。考古专家们没有想到的是，发现这具尸骸仅仅是一个开始。从2012年3月到2015年，考古专家们一共在蒋庄遗址中清理出了234具尸骸。更让考古专家们欣喜的是，在蒋庄遗址中发现的尸骸竟然基本都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在距今4-5千年的蒋庄遗址中，埋葬的尸骨竟然多数都保存得相当完好。相对于一些偏南的地方，比如说苏南浙北地区，蒋庄人骨保存得相当好。在偏南的地方呢，人骨一般的都腐朽得很严重，甚至连痕迹都找不到。为什么蒋庄的尸骨能够保存得如此之好呢？难道是因为有着什么独特的尸骨保存技术吗？有人想到了著名的长沙马王堆女尸，马王堆女尸在发掘出土时保存得相当完好，不仅骨骼，甚至连皮肤都保存得很好。只是马王堆女尸只有一具，而蒋庄遗址中却有保存良好的234具骨骸。蒋庄遗址它人骨保存得好，不是因为跟长沙马王堆女尸那有独特的保存技术，而是跟这边的土壤以及它的埋藏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蒋庄这里的土壤有何独特之处呢？这是长江下游海岸的变迁图，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出，江苏省东部的沿海地区有许多地方的成陆时间都非常短暂，不过只有几千年的时间。根据地质学家的推算，在兴化这一带5-6千年前时候才开始形成陆地，就是说在这之前，这片区域还是海洋，经过长时期的泥沙淤积，才渐渐地形成了现在这样陆地。因为海水带有碱性，因此蒋庄这块从海洋中新生的陆地自然而然就是碱性的土壤。正是蒋庄一带这种碱性的土壤，才使得蒋庄遗址中的尸骨保存得如此之好。骨骼呢是由有机质和矿物质构成的，那酸性土壤呢它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它会把骨骼当中的那个有机质腐蚀掉，所以对整个的那个骨的结构造成破坏。但是碱性的土壤呢，就是弱碱性的土壤，反而有利于骨骼的保存。得益于这些保存完好的尸骸，考古专家们能够获得更加丰富详实的信息，来还原这片土地上5000年前的历史。2012年4月，专家们正在清理着 M69号墓，这是一具成年的男性尸骸。专家们在对这具尸骸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个尸骨的摆放并不整齐。身体的长骨
集中摆放在一侧，其他的骨骼又放置在另外的地方。这种摆放方式自然不是正常下葬能够造成的，那么为什么死者的骨骸会有这样的摆放方式呢？考古专家们认为，这应该是二次葬造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二次葬，它是一种特殊的这种埋葬方式，就是人在死亡以后，经过第一次埋葬以后，又把它进行了第二次埋葬。它可能跟它的这个环境有关系，比方说他们生产劳动或者是打仗，它可能和比较远的地方，那个死在外面了，那个在临时处理或者积极的埋葬下去，然后呢，后来就把它重新二次葬，这个回到自己的部族里面来。也就是说，蒋庄的这次二次葬的死者可能在生前因为某些原因死在了外地，他身边的人便选择将他的尸体就地埋葬，等到尸体腐烂之后，又有人将他的尸体挖出带回蒋庄。这个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而新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5月的一天，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具火化的尸骸。这具尸骸起初并没有引起专家们的注意。我们在这个清理这个墓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骨灰的分布是非常的窄，非常的短。当时我们就以为它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墓。古人习惯将夭折的儿童进行火化，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埋葬方式。但是，人体特征学的专家们却在检查这具火化的骨骸时发现了一些异样。但是后来我们在清理这个灰烬的时候，这个骨骸的时候，在其中发现了一块已经愈合的成年人的肱骨的远端，这样就推翻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想象，这其实是一个成年人的墓。这个发现让考古专家们大为惊奇，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会被火化埋葬呢？在远古时期，多是早夭的儿童才会被火化埋葬。考古专家们在研究后发现，这些被火化的成年人也是被带回蒋庄重新埋葬的。让专家们感到疑惑的是，蒋庄遗址中的尸骸有一半是二次葬和这种火化葬。这些古人到底在外面遭遇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批量的死亡呢？而这些被火化的人又为什么是遭到了火化，而不是像其他尸骸一样就地埋葬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林留根就此想到了战争。他可能就是跟这个打仗有关系，他们可能就是苏边的将士，在远方的战场上打仗，比方说这个战争伤亡以后，他就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夏天，他可能会发生瘟疫，他就急需要把它这个处理掉，把它火化掉，火化掉以后，把这只骨灰能够再运回到家乡，运回到我们现在蒋庄墓地这个地方来进行埋葬。战争的推测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认同。而人体特征学的朱晓汀博士在 M39 号墓尸骸上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 M39 的股骨的背面发现了6-7道这种砍砸的伤痕。那我们知道股骨就是大腿骨，它的背面的肌肉组织是非常的厚的，那能造成这种伤害呢，
我觉得可能可以排除，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捕猎造成的这种可能性。那我们推测呢，很有可能是一种暴力伤害，因为它是一个重复的、很大力度的一个砍砸的打击。考古专家们认为，只有在激烈的战场环境下，才有可能导致股骨背面的这种严重的创伤。也就是说，蒋庄遗址中尸骸缺手缺脚现象的原因，正是在四五千年前发生的战争。正是在战争中，才会有如此多的人肢体受到创伤。也正是在战争中，才有这么多的人被火化和二次葬。2012年5月，江苏省兴化市蒋庄遗址，考古专家们正在对发掘出的墓葬进行整体的套取工作。套取出的这些墓葬中有一个尤其引人注意，这便是158号墓。这个墓葬拥有蒋庄遗址中最大的棺木，棺木的长度达到2米，宽度也达到1米，是一个巨大的船形棺。而让人震惊的是，这处墓葬的棺木竟然是由一根完整的木材切割而成。也就是说，棺木的制作材料至少是一棵直径超过1米的巨树。而更让人惊讶的是，158号墓不仅有着巨大的棺木，而且还陪葬有6个人头和一具无头的尸骨。考古专家们相信，这个158号墓的墓主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墓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考古专家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陪葬的尸骨上面。这是158号墓中陪葬的6号头骨，我们可以看到这具头骨被切成了2个部分。头骨被切成两半，这自然不是意外造成的。陪葬的头骨有这种暴力伤害的痕迹，结合蒋庄曾经发生过战争的情况，考古专家们推测，这应该是被杀死的敌人。可是，这些战俘的头颅为什么会被一起埋葬在158号墓的棺木之中呢？这可能就是猎手习俗，就是在战争的过程中将杀死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作为战利品带回来。那么，在158号墓里的无头尸骨又会是什么人呢？难道也是被杀的敌人吗？我们经过对158号墓这个无头尸骸的这个初步鉴定，发现它的那个坐骨大切迹非常的浅宽，然后它的长骨也比较纤细，这样呢，我们推断它是一个女性。然后呢，根据它的长骨两端的这个骨后的愈合情况，我们推断她是一个成年人。这个女性的这个骨骼啊，它是不全的，它只有一大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谜。但我们推测呢，它应该是这个158号墓主啊，比方说最喜欢的一名女性，用来这个陪葬在她的身边，因为那个骨骼明显的是这个二次葬。拥有最大棺木的158号墓的墓主人，
不仅有六个人头的陪葬，而且还能在死后有着喜爱的女性作为陪葬。一些专家据此作出判断，认为158号墓的墓主人很可能便是4000多年前这些蒋庄人的首领。但是让这些专家感到疑惑的是，在158号墓的棺木中并没有发现其他重要的随葬品。在考古工作中，陪葬品往往才是决定墓主人身份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很多人相信158号墓的墓主人可能并不是蒋庄人的首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认为，158号墓的墓主人应该是一位战斗英雄。他可能杀死了这个很多的敌人，啊，俘获了很多的首级，包括他墓葬里面随葬的啊六个人头，可能是当时杀掉的这个战俘的这个首级。所以他正是因为他为蒋庄赢得了赫赫的战功，所以说这个蒋庄遗址的人呢对他才那么敬仰，死后呢给他一个超大的一个夺魄冠，来随葬他们，来这个为他们的这个英雄，这个进行随葬。这就是说，158号墓主人可能是一个多次参与战争的人。这更说明了墓主人可能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战斗英雄。但是也有人认为，头骨上出现的这处创伤也有可能是意外造成的。但是人体特征学的专家们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从湄公到准埃隆突这样的一圈所造成的创伤很有可能是因为意外，比如说摔倒所造成的。而在头顶这一处创伤，我们就怀疑它很有可能是因为外界的暴力因素所造成的。也就是说，158号墓的墓主人之所以会拥有最大的棺木，正是因为他是蒋庄的一名战斗英雄。蒋庄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为他们的战斗英雄制作一口最大的棺木，这足以说明这些蒋庄人非常崇尚武力。专家们推测，这种尚武的风气很可能和蒋庄人经常发生战争有关。那么，蒋庄人在战争中的敌人会是谁呢？人体特征学的专家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158号墓陪葬的头骨上面。很快，这些专家们便有了新的发现。这个个体上颌右侧的侧门齿应该是生前就被拔掉了，只有在死前很久以前就被拔除的牙齿，它的牙槽才会完全的闭合。那么这个牙槽就已经完全的闭合了，看不出有牙槽的痕迹，而旁边的牙槽则是完好的。死者的侧门齿为什么会在生前被拔掉？专家们想到了一种独特的地方习俗。《淮南子·地形篇》记载，凡海外36国，自西南至东南方，有凿齿民。这里记载的便是这种拔除上侧门齿的习俗。
在北方大汶口文化中尤其常见。也就是说，这些蒋庄人的对手很可能就是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大汶口文化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型的聚落群，核心在今天的山东省泰安市。考古专家们对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进行了研究比对，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蒋庄遗址所处的位置正是在大汶口文化的最南端，因此蒋庄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和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作战。让专家们感到困惑的是，蒋庄人为什么要和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发生战争呢？2012年6月，专家们正在清理 M45 号墓。清理的工作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墓中一个玉器的出土，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这处墓葬之上。我们在45号墓中发现了一件玉琮，当时大家都很惊讶，这件玉琮大概有20公分长。这便是 M45 号墓中出土的玉琮，这是一件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这个玉琮啊，它象征着这种天方地圆，它是代表这个一种这个古人的一种信仰，它是一种玉制的一种礼器。那这种造型的礼器的话呢，玉制礼器只有两种文化才有，所以它是两种文化的象征。换句话说，只有两种文化才有这种玉琮。良渚文化是分布在中国太湖流域的一个新石器时期大型聚落群，它的核心在今天的浙江杭州。在兴化市蒋庄出土了玉琮，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这意味着蒋庄遗址在4000多年前其实就是良渚文化的一部分。既然蒋庄遗址是属于良渚文化，蒋庄人其实就是良渚人。我们良渚人认为玉石是山川大地之精灵，是一种神秘力量代表，因此良渚人十分痴迷于玉器。谜团渐渐地被解开，考古专家们很快便意识到，蒋庄人与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进行的战争，其实也就是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冲突。专家们根据出土的玉琮推测出，蒋庄其实是良渚文化的一部分。良渚文化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与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发生了激烈的战争。2012年8月的一天，负责蒋庄遗址发掘的考古领队甘辉元正在对蒋庄遗址的二次葬进行统计。突然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发现在蒋庄的这些墓葬中，早期都是一次葬，二次葬都出现于中晚期。
蒋庄遗址中的二次葬是战争带来的。蒋庄遗址的前期很少有二次葬，足以说明蒋庄人在这里生存的早期并没有发生战争。为什么在蒋庄遗址的后期又会发生战争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认为，这可能和良渚文化的扩张有关。但是良渚文化强大以后呢，它对北方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蒋庄遗址是在逐渐的接受这个南方良渚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蒋庄遗址其实在最初并不属于良渚文化，它是在良渚文化不断的扩张中逐渐被纳入了良渚文化的疆域中。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到，大汶口文化从核心区山东泰安市一路往南扩张，到达淮北地区，而良渚文化从杭州湾地区一路往北扩张，正好也到了江淮地区，他们的交界正是在蒋庄附近。但是它跟良渚文化呢有一段并行的一段时间，那并行的这段时间的话呢，这两个文化都是强势文化，就势必要产生这个碰撞，并且要发生战争，因为他们要争得地盘。这场四千多年前的激烈冲突虽然并没有被文字明确地记录下来，但是却在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留下了痕迹。国语中记载，即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意思是当少昊部落衰落之后，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势力与之发生了战争。那长江下游这个地方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的是像良渚文化，那这个黄河下游海带地区呢，它是这个大汶口文化。那这两个考古文化呢，如果跟我们的历史传说对应起来的话呢，那就是说大汶口文化它是少昊部落的一个代表，那和我们这边良渚文化呢，它是跟蚩尤的部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良渚人和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发生的战争，有可能便是传说中蚩尤部落和少昊部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为了获得胜利，蚩尤部落和少昊部落必然都竭尽全力。良渚人对这场战争的重视，在蒋庄遗址的考古中也体现了出来。从这个杭州啊到这个蒋庄啊，跨越长江这么远，会在蒋庄这个地方发现这种鱼虫呢，那就是证明蒋庄这个地方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那良渚核心区的国王，比方说他要派他的这个亲信啊，或者是分封给他的，比方说这个他来管理这块地啊，这个整个蒋庄这个这个长江以北的这个这一块地方，江淮地带就属于这个首领在这里镇守。为了让这位蒋庄的首领能够更有力的作战，良渚人还将鹬虫也交给了他。鹬虫有何独特之处，能够代表如此大的权力呢？专家们认为，答案就在鹬虫的纹饰上。这便是蒋庄出土的鹬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鹬虫的表面刻有非常细腻繁缛的纹饰。这个纹饰被我们称作神人兽面纹，完整的图像是一个神人骑着老虎，头上戴着羽冠。这个纹饰有什么含义呢？人类社会在文明的初期有很多现象不能解释，他们往往对一些自然界的现象产生了恐惧。
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生活得更好，他们就在创造一些神灵，创造一些符号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就物化成一种形象作为他们的保护神，这就是所谓原始的图腾。玉琮上带有这种神灵的纹饰，那它所代表的权力也就不难理解了。蒋庄人战争的谜团终于被解开，这些蒋庄人是良渚王国的守卫者，他们为了良渚王国而和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作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从良渚文化绵延近千年的历史来看，战争的结果无疑是胜利了。蒋庄人独自在江北镇守了将近一千年，他们成功地捍卫了良渚王国的版图。他们在此一共生存了将近一千年，但是奇怪的是，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考古专家们发现，在蒋庄遗址的土层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良渚之后到唐宋之前的将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土层上并没有人居住的痕迹。这说明在良渚文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在蒋庄这片土地上不再有人居住。延续了一千年的蒋庄人为什么在四千多年前神秘消失了？与此同时，良渚文化也在四千多年前神秘消失。蒋庄是良渚的边疆，蒋庄人的生活也与良渚文化息息相关。专家们相信，蒋庄人的消失必然和良渚文化的消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有灾害说，也有战争说，但是现在更多专家认为它的消亡源应该是多层次的，也可能是良渚内部的因素。很多人认为，正是雕刻精细、让人充满遐想的良渚玉器，才导致良渚文化最终的消亡。根据专业人员的估算，古人制作一件玉琮和玉璧往往要多名工匠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良渚核心区对玉器的消耗量极其巨大，导致了良渚的生产资料不断向玉器生产上倾斜。专家们认为，正是这种奢靡才导致良渚文化日益的衰落，以致最终的灭亡。而处于良渚古国北方边疆的蒋庄人，可能也在良渚古国轰然倒塌后走到了末路，集体迁移到了别的地方。但是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却不同意这个看法。良渚文化的衰亡可能跟环境有关系，也就是在良渚文化末期，也就是说
距今四千二三百年这么一段时间当中，跟这个环境的大变化有关系，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大禹治水的传说时代是就两种的话，可能毁灭一场洪水啊，这个环境的巨变啊，海平面的上涨啊，跟这次环境的变迁有关系。林留根推测，如果良渚文化是因为洪水而消亡，那么在蒋庄遗址中也应该有洪水沉积的痕迹。考古专家们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痕迹，这是蒋庄遗址土层的一个截面。考古专家们用石灰将之明确地划分出了不同的阶段。最下面的是良渚文化层，上面的是唐宋文化层和现代土层，而在中间的三千多年时间却有洪水沉积的痕迹。专家们推测，这个淤积层就是导致蒋庄和良渚文化最后毁灭的洪水冲击层，正是良渚曾经遭遇特大洪水的一个证据。不管是什么原因，蒋庄人和他所属的良渚文化都最终走向了衰亡。四千多年前，蒋庄是良渚古国的边疆，他们在此与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们战斗，很多战士因此战死，被就此埋葬在蒋庄。他们这一躺便是几千年的时间。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先民们独特的丧葬文化，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到他们战斗中的英勇。他们为之奋斗的良渚古国虽然最终消失不见，但是它所蕴含的文化信仰却一直流传下来，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骨髓之中。文明的曙光在这里冉冉升起，在此后的几千年里，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创造出璀璨辉煌的历史。